炮兵。在极近距离下将敌人毁灭。OK， fine， 那我就不带大炮了吧。我们带一个狼狼 ，Let's go。100多关又是新的日常影片，你没有发现到吗？敌军炮兵就在眼前，成功接近敌军炮兵的部队，开始攻击。Holy moly！ 朝敌军炮兵前进！我看到了地狱，各位观众。无论造成多少牺牲，也必须打倒外星生物的炮兵。只要有他们在，就无法打赢地面战。嗨，拜。外星生物的炮兵啊，他们有很厉害的武器。虽然敌人的火力强大，但推测是用于远距离支援。只要我们深入敌阵，就有胜算。前进。哦哦哦哦吼吼吼！好嗨。你让我后面一只，你知道我后面站多久了？虽然其他小队尚未抵达，但没有时间等他们了。接近敌军炮兵，尽可能打击敌人。这里是阿法，发现前方有外星生物。现在开始交战，敌人发动炮击，快走，会被炸飞啊！炸飞喽！敌人开始暴击了！侦察部队通知总部。敌军炮兵正在接近，我不是快要解决完了吗？炮兵出现了，接近后加以攻击。报告，已解决。Holy， 好像又多了几只，是不是？这里是 Delta， 正遭受敌人的炮击。Holy moly！ 想办法躲开炮击。抓紧时间啊！就给我丢这里。伤亡惨重，大家都变成炮灰了。大家都变成炮灰。炮击让我们无法靠近。发现敌人登陆艇。敌人的登陆艇出现了，他们打算投放外星生物。不是吧，还来啊？他说你还没死啊，抓紧时间啊，给我点时间，真是的，给老子过来啊！你叫一个炮兵去你身边，你真的没问题吗，那位兄弟？注意四周，指挥 Alpha 抵达。早知道我就带大炮了。掩护战斗中的部队，知道了。炮兵对上炮兵，有没有？看谁的炮兵比较强。进行掩护，动作不快点，功劳都要被抢走了。啊，那个等一下。准备开打了是吧？是的。要给我一点时间。我会与队长并肩作战。OK。开战了 ！Holy！
欸，我留一只了，欸，台上上集说要沟通的小姐姐，你要来跟她沟通一下吗？她现在特别的安全。请问那位小姐姐要跟她沟通吗？快点哦，她找什么？来。成功歼灭炮兵，干得好！这么一来就有胜算了。这么一来就有胜算了。我们买晚餐回来了，买什么晚餐呀？他们会说人话，我不会。OK， 下一个什么聚集部队？好，我们来聚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的聚集枪是怎样？你们看到这个范围攻击武器吗？你们看到加农炮吗？按下去。那个就是我们的聚集武器。对，你们没看错，偷偷躲在墙角听他们对话，所以你听得懂他们说的话吗？当然听不懂。宝贝，你会说我听得懂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！扑灭小队，让他们见识蓝外套的实力。蓝外套又是什么鬼东西？你要接近敌人，开始射击。欧里，我看到有青蛙了。打倒了无数怪物。好，我先打个青蛙。也会是我们的猎物。这种小怪物根本不是蓝外套的对手。外星生物带着怪物出现了。怪物的首领是吧？不要靠近外星生物。靠近外星生物就麻烦了，攻击腿部阻止他们的行动，只要在怪物靠近前干掉就好了，根本不用怕。战场上最可怕的就是狙击兵，知道了吧？所以我在那边陪你们狙击。我好像化身为曹操了。曹操哎，关渡之战吧。数量太多，杀也杀不完。数量超乎预期。冷静点，一只一只处理掉。你们还一只一只处理掉？你们要处理到明天吗？呀，我这些队友真是没问题吗？嗨！卡金门！我正在为没有指挥官而烦恼着呢，这面就交给你了。我知道。Holy！ 让我看看你的伤势，就靠他我了，真不走运呐！救援很快就会来了。可恶！我秒针呀！不要吵了啦，帮你们了啦，真是的，一直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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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那一个菜鸟在救你们呢，欸，小心右边！子弹用尽了，
哦，好多只哦！躲开！留在那里别动，我把任务就交给你了。知道了。啊，我真的是需要一个好地方。等一下，我好像受伤了，掩护我。队长受伤好 ，NPC 死光光了，世界恢复了一片宁静。捡东西先啊！肥猪真的很难打，等一下吧。呀，下一关我们又出现了，突然又不见，突然又出现。当你听到你的世界一片宁静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，原来是你家的队友全部死光光了。反正我 BOSS 死了没？我再搏斗一下。你看我后面跟着一大堆的小弟，有没有？看你东西了，现在就这里吧。OK。OK。哎，还没死光，好，等一下。OK， 发现生还者，又是你啊！又是你啊！干嘛？你现在是看到我很嫌弃我是不是？跳，我被嫌弃了，各位观众，好难过。又是你啊，那种一脸嫌弃一样。